孩子的奥利奥，学会开放平台开发，躺着就把钱挣了。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完成了我们应用的一部分功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都完成了哪些功能。IOCALOST.DREM 那么上节课我们把梦境分类给便利出来了，同时便利出来了每个梦境下面有多少条。那么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这节课做的东西。那我们输入一个关键字之后，有可能会查出很多内容，这样在我们页面里就会显示不下，超出我们预定的高度。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下分页处理，比如说我一页显示7条，一页显示10条，那当然要按我们的应用高度来处理。那分页类我已经写好了，那么大家看一下，我的电脑地盘 APP Server 3W Dream， 这是我们的分页类。当然备注已经写的很详细了，那么我们分析一下，首先这个类我们的一些属性，那第一个是记录表中的总记录数，那么总记录数这个是需要我们用思科语句给查询出来，然后每页显示的行数，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设置的，那么限制，这是一个思科语句的一个从句，那就是限制每页的。那 UI，那这个是自动获取 URL 的请求地址，那这个是我们不需要手动操作的。然后是总页数，那这个我们不用管，那当前页，然后以及我们显示的记录这些。那我们需要传进来的参数有一个总记录数，有一个每页显示行数，当然还需要有一个我们的参数。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暂时不用管，用于设置显示分页的信息，可以进行连贯操作。然后 get 方法啊，不是直接去调用，通过 get 方法可以使用在对象外部获取私有成员属性那 limit 和 page 的值，当然它是获取到我们传递的参数的。然后这个 fpage 是我们需要一 new 的一个对象，那当然它有0 1 2 3 4 5 6 7，那七个参数，它是用来自定义输出分页结构和调整结构顺序的，默认是输出全部结构。那比如说我在参数后面写上0，那么只输出一共多少条，那写上1，然后会输出本页从多少条到多少条，然后2，那就是第一个是本页共多少条，2是本页从多少条到多少条，然后3就这里的页数，然后4那第一页，5配置 list 的就是1 2 3 4 5 6 7 8 9 0，啊1 2 3 4 5 6 7 8 9 10，6就是最后一页，那7是直接跳转页，就是输入一个页数然后直接过去。然后一些对象内部的私有方法，那这些是私有的，那我们就不用看它了啊，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的 fpage
以及要传进的参数就可以。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分页类直接使用，比如说我们要从搜索页加入分页，那么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分页类包含进来，是 page.css.php， 然后我们搜索的关键字，那这里就不需要了。那为什么不需要？一会儿会大家会看到。那这是我们四个语句的地方。那这里我们要先判断一下，它是通过 POST 过来的关键字，还是通过 URL 传递过来的连接。当然，这两种方式我们都需要把它的一些值和参数获取到。那怎么办？我们可以用一个判断，判断一下 get 和或者 post 是否为空。那如果为空，就使用另一种方式赋值。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 ss， 然后 enpty， 那这是判断是为空的一个函数。那如果它不为空，那什么不为空啊？就是$下划线 post。如果 post 的不为空，说明它就是通过 post 的已经传递过来的我们的关键字，那是刚初始值，那么我们就使用 post 传递过来的值。如果为空，我们就使用 get 方法传递过来的值。那么这是个三目运算符，我简写的。那么到这里我们判断出了它到底是 get 或者 post， 不管哪种方式，我们把值获取到了。然后我们要做的做个判断，如果$ss 它的值，那通常是 keyword 的，那我们传递过来的，就是我们在放表单里定义的 name。它怎么着？它要是不为空的情况下，我们要组合一下 while 条件，那就是$WHERE等于，那和下面的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只需要照着写一下就行。WHERE WHERE TITLE 完了 LIKE 然后%，然后里面有一个$SSKEYWORD， 那么这个是根据用户提交过来的梦境关键字我们来搜索，那么这是用户提交过来的。而我们要单击分页的时候，那必须要传一些参数，比如说当前页是多少，因为确定了当前页，我们才能单击下一页的时候才能定位准确，或者上一页，或者直接跳到哪一页。那么这些参数我们也是 args 参数，它就等于$ss 里边的 keyword。 当然这个是给 URL 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 localhost 的，那么我们要通过 URL 参数， URL 传递参数，那么是什么格式？问号，然后是一个参数的名字，然后是等于什么，是这样的格式。那么我们这里才写了后边的值。那么同时我们要命名一下那这个参数的名字，那怎么办？因为我们获取的都是根据 keyword 获取的，那么我们这里就直接命名成 keyword keyword 然后等于，然后再连接这个值，
然后这样这个参数就会附加在我们的 URL 的后面，通过 get 的方法就能获取到。这是 key。 那么 OK， 这是我们的 while 条件。那么我们只要把这里 while 条件换掉了，因为有新的 while 条件。当然我们先把 while 条件写上，WHERE， 这是不够的，那一会儿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不够。好了，现在我们的条件能获取到了，参数能获取到了，值能获取到了。那么下面根据我们刚才所看的分页类，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搜索出来的记录总共是多少条。那么我们也是先组合一个 SQL 语句，查询出的条数的个数，那就是 SELNUM， 那就这么写了。然后是 SELECT， 查询然后直接求它的个数，还是用 MySQL 优化过的 COUNT count 星，然后 as给它个别名 count， 完了 from DREM， 然后 while 条件。那 while 条件其实就是我们组合这一个 WHERE 这一个，这两条语句的 while 条件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如果 while 条件不一样，那么你查出的条数肯定不一样，所以两个 while 条件我们应该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要执行这条 SQL 语句，那么 WHERES 等于 MySQL QUERY 来执行它。然后我们把执行的结果赋给一个变量 MySQL FETCHASSOC， 赋予一个关联的$NUMRES， 然后它的最多的条数，总共的条数 TOTAL， 它就等于$ROWCOUNT count。那这样我们输出一下它的最大条数到底对不对，53条。那我们不查个数了，那么既然出来数字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回到代码，在后面 ORDER BY ID， 然后不要直接写 limit， 那我们因为上面有了，就是 PAZELIMIT 这样去做，用到我们的分页类。那么我们再预览一下，看看是不是它只显示了5条，刷新一下第37行发出一个警告，
那么看一下错误。好，这里。到了复配置，看一下。哎，现在只显示了五条，我们再输入一个人，还是只显示五条。那么我们这个分一页让它限制显示就做好了。但是说我们下面的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还没有显示，那我们让它显示出来。我们要在它便利 while 条件的后面，那直接从这儿我们再定一个盒子 div 然后直接 php 问号，到了 PAGE 里边有个方法 FPAGE， 我们看一下，那么大家看一下，那共53条记录，本页五条，本页从第一条到第五条，然后一共11页，现在是当前第一页，我们点下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那么现在分成了两行，太多了，那我们要给它调整一下。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可以传01234567的来控制它显示不显示。那么我们试一下，比如说共多少条，我们要让它显示，那么肯定是零，我们看一下，刷新，共多少条显示了。那么我们再写几个，二、四、六，那当然是随便写的。然后本页从26到30条，完了首页、下页、末页，哎，差不多了，是吧？我们看一下还需要加东西吗？我们不要这一个，看这样写来，零加上一个跳转，来，这样感觉行。一共53条记录，然后首页、下一页、上一页、末页，完了直接跳转到第几页，哎，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们再看啊，我们这里所有的连接，那未单击的是蓝色的，那单击过来的这是偏紫色，然后还有下划线，然后下面我感觉分页也太近了，那这些都需要我们在 CSS 里控制。那首先我把分页太近的问题解决掉，批页机，那么打开我们的样式文件，配置，首先我们让它离上面远点， MARGIN TOP 离20像素看一看，当然我就不用屏幕尺子量了啊，20像素。当然你要说我感觉这一页显示五条太少，那么改一下，我们这里有限制五条，我们直接改成7，七条，每页显示7条，来，这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你又说不好看，怎么不好看？带下划线，颜色也不匹配。那么我们要设置一下，那这时候设置就需要用到那把 A 标签的是吧伪元素，那这里得写到最上面，因为它是自上而下加载的，我让整个页面的都没问题。嗯 ，A， 那首先是 link 连接，然后它有写的顺序，然后是 A， 完了是访问过的连接，访问过的 visited，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 text，decoratin， 那它是什么？没有样式。然后设置一下文本颜色，那么我们随便写一个444，那深灰色。那么这是带连接的，还有访问过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会有什么效果。上一页，效果还不行。那么我们继续往上加。那一共四个了 ，A，A，HOVER， 然后 A，ACTIVE，TXT，TXT。DECORATIONNONECLOR， 我们看一下，浏览器有缓存。哎，啊，拉个逗号。他们是并列的关系。F5， 继续。哎，好了，没有问题了。让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单击一个，返回。都没问题了。那么这是我们分页类，那么我们看一下分页类的使用方法，当然就是我这个分页类，当然网上也有不少分页类供大家下载的，当然可能使用方法不一样。那么首先这个分页类我们要判断一下，只是通过 post 或者 get， 啊 get 当然是从 URL 里获取连接的，那是哪里过来的，当然我们做的是不管从哪里过来的参数我们都要能获取到，然后判断一下，如果参数不为空，那么组合一下外耳条件，那首先是搜索的通过关键字，那这个外耳条件那么就是你原来写的那一个，然后需要组合一下参数 args， 这个参数呢是付给浏览器的后面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看一下 keyword 等于人，并且 page 等于3，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args 它组合成的，然后直接加到了 url 的后面问号，这样再通过 get 我们就能得到，首先是搜索的是人，然后当前是第几页，再看一下，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搜索的结果一共有多少条，这个条数就是我们分页类下面所显示的总条数，来得到了总条数，然后我们的类，我们拟一下我们的类，
然后传三个参数，第一个是总条数，然后第二个是每页显示的条数，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组合的放在 URL 后边的参数，就是说 UI。然后就是我们查询的语句，通过关键字。哎，这里这个排序 order by ID 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当然我一般习惯在这里都写上。然后是限制条件，就是几个，我们这里要用我们分页类里的一个限制，当然我们只需要修改这里的数值，那么它这里也是会有变化的。最后查询出来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不管，但是最后的分页显示，那么很简单啊，就是输出 $page， 然后 fpage 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有里面的参数有01234567，如果你不写啊空着，那就是所有的都输出来。啊，如果你要写了，那么你写一个参数，它就会显示一个参数所对应的。那么这点大家注意。啊，我们的应用页面宽度有限，我们就要显示的少一点。当然，如果你要是做的网站，那可以让它全显示。那这就看你的习惯了。啊，这是我们的分页类。啊，我们简单先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要做的。比如说我们进到这个梦境的解释，那么前期我们说了我们要显示这个梦境有多少人查询过了，当然这是增加用户的一个用户体验的小功能。比如说我做梦了，那我也想知道别人是否做过这个梦或者查询过这个梦，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从这里显示已经有多少人那查询过此梦，或者同梦人有多少个。那么这一个我们就用到数据库的另外一张表，那 MyDream， 那里是记录查询过此梦人数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库，梦，然后看一下 my dream， 看一下它的字段。那第一个字段就是我的梦的字，一个 ID， 我给写成 MID， 那它是自增的，那这里不用管的。第二个 DID， 那么 DID 就是记录梦境的 ID， dream ID， 那我简写的。那只要查询过来的一个我就记录里边，只要查询过来一个我就记录里边。那么如果记录了，我们通过 SQL 语句查一下 DID 里同一个 ID， 比如 ID 为10里边一共存在了多少个，那就是说这个梦一共有多少人查询了。然后 UID 这是预留的，预留什么是用户的 ID，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账号登录或者什么，或者加一些权限，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 UID， 是做一个用户表，就像这一个预留的用户表，然后里边有一个 ID 我们存进来，这样我们就能做出我自己的梦境。比如说用户登录了再查询，下次再登录我就给查询我以前做过什么梦。最后一个字段 time， 啊，这个字段就是存当用户查询梦的时候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存进来。那么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用户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时间做过这个梦。第二点，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是用于判断用户是否是24小时之内重复查询的，如果重复查询的可以不记录也可以记录。当然有很多他会做一些不记录的，因为如果不记录他的数值是一直会增长的，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用户更喜欢看到一个更大的数字就不做了。当然这种方法也很简单，首先我们判断一下 UID 是吧，和当前用户的 UID， 然后 UID 相等的情况下再判断时间是否相等，就是是否同一天，如果是同一天就不记录，那是一个按的我们连接的一个条件，两边必须同时成立它才成立，这样记录。当然我说了一个思路，一会儿我们不写上，因为我喜欢大的数值。好了，我们知道这个表了，然后看我们该怎么写。那么这一个我们要写在结果页，写在结果页啊。当用户一进到这个页面查询出来这些梦境之后，我们就把它写入到我们的 MyDream 表中。当然这个也很简单，就是数据库的一个增加的过程，插入的过程。那么我们从这写就行，从这里写吧，如果上边查询到了梦境。那准备一条 SQL 语句，那就是 MyDream MyDream 的一个 SQL 语句。那首先是插入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然后看一下我们要插入哪些字段，看一下 DID UID time， 当然 UID 没有，我们可以写上，因为默认的它是零，那没有就是零。回来我们继续写我们的 SQL 语句，那插入到哪一个数据库，那肯定是 MyDream MyDream， 然后它的哪些字段有一个 DID 有个 MID 还有个时间 time， 然后它们的值 VALUES。 那么梦境的 ID DID， 那么肯定就是这个 ID 了，我们已经传过来了， ID 等于 get ID， 那么直接写上 $ID， 然后是 MID 啊，这里写错了，应该是 UID， MID 是自增的。那么 UID 现在我们没有做用户登录，那么我们可以先写上，因为表里做了默认，那默认是零，如果这里是空的，那么它就是会显示个零，那么用 UID 这样来表示。然后最后一个时间，那么时间在 PHP 有个啊 DATE 函数 DAT 啊 DATE， 那么它就可以直接获取到当前的时间，并且可以格式化时间。那么怎么写，连接 DATE， 然后括号里边的大 Y 代表年，完了 M 代表月， D 代表日，那 YMD。 那这是我们的三个字段对应的三个值都写上了，然后我们执行这条 SQL 语句，完了刀了符 RES My RES 不要重复了， My SQL QUERY， 然后执行的语句是 My DREAM
这是执行语句。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是否成功。dump我 dump my res， 看一下网页，后退一步，第三十行未定义的，那么我看一下，三十行这里刷新一下，哎，布尔型的出，说明执行成功了，应该插入数据库了。那我们继续写。那么插入数据库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梦一共有多少人查询了，再给它找出来，查询出来。啊，这里。那么我们还需要 SEL select number 数量等于准备一条思考语句 SEL ECT 什么，然后是 count count 完了星号，这是查数量的 count 完了从哪个表 from my dream，有个外置条件 ，wh1，re， 当然如果不加外置条件，就把所有的我的梦境查出来了。外置条件什么？里边的 mid 等于 $id， 然后再执行一下 nu。ROW 一共有多少行 MySQL 杠 QUERY 执行它 SELNUM， 我们再看一下数据库查询成功没有，有了，说明没问题。那么我们把影响行数赋给一个变量，ROWNUM 等于 MySQL FETCHASSOC。到了 for ROW， 然后 TOTAL 等于到了 for ROWNUM 里面的 COUNT，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出同梦人有多少，比如说我们就需要在这里输出，直接在标题的后边，我们直接加上同梦人加上他吧，到了符 TOTAL， 我们试一下，来，同梦人零，我们再试一下，结果不对，我们看一下哪出问题了。Select count s m i d， 啊，这个，这应该是 d i d，m i d 是第一个自增的。DID 才是梦境的 ID， Dream ID， 我们查询一下
那随着刷新，它一直在涨，一直在涨。那么这时候我们同梦人的又做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再试一下，死人一个，刷新一下就变成两个、三个。来，这个功能我们又做的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还缺什么？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账号登录的功能。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做一个历史梦境查询。那么我们账号登录功能可以直接自己本地写一个支持登录，但如果我们做应用，比如说百度应用，那么就必须支持百度账号的登录。那么百度账号的登录，百度提供了 Office 2.0 的方式来获取账号登录。那么这节课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将一起完成账号登录的功能，以及我自己梦境的一个记录功能，最后我们再提交。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 生当作人绝，死亦学 PAP。 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RP。 少壮不学 PRP， 老大徒伤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 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吸收 PHP。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